Hi, Tubers. Today, 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，因为今天我要前往去印尼，去那里探望远房亲戚。这是我第一次去印尼，所以刚才在网上做一些 research，发现那里的海滩好漂亮哦。希望这次会有机会去那里拍摄，maybe sunset 的 time lapse 之类的。当然也要去体验一下那里的风俗民情。这次我将带去的摄影器材，除了这台索尼 camera，我也会带两台手机去。因为其实这一趟不适合朋友一起去，而是和我的家人还有亲戚一起去。因此，要是在他们的面前拿出一个索尼 camera 来拍摄的话，感觉上好像有点尴尬，我始终还没有习惯这样的感觉，因此就低调一点。他们在的时候就用手机拍吧。我们现在的行程很简单，那就是去地铁站，坐地铁去 Tanah Merah。然后下了地铁之后就换 bus 去 Ferry Terminal 那里坐船。我们来到了 Ferry Terminal 了。等下就会在那里上船。最后一次坐船也是大概7岁的时候，在香港坐船去澳门。距离了这么多年，有点紧张啊。感觉好特别哦，他一直在摇摇晃晃，摇摇晃晃。听说他们这有提供水的，哎，还真的有哎，而且免费的。敢敢跟他拿两个吧，yes。今晚的晚餐就是在这里吃的，听说很好吃的，可是我好累哦。其实我都不想吃，我只想回酒店睡觉。好期待，好多人哦。我就是有这么样的一个坏习惯，
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总会想要自己 wander off， 去了解一下环境，可是却又不想跟别人一起。一来是比较刺激啊，二来是可以自由自在地看我想看的事情，录我想录的影视，然后也不需要解释这么多，为什么我要录这个又要录那个，为什么我录的时候又要选 angle 选这么久，哦，人们不会明白的，对啊，可是我要回去了。早安啊，这是我们在印尼的第二个早上，现在就是要下去楼下吃早餐，因为我们的酒店是 breakfast provided 的。老实说，是不够睡了。对啊，每次住酒店都有一个很大坏处，就是不习惯。这是我第一次吃印尼的早餐，所以我也不懂他们将会有什么，但是据我所知，印尼人很喜欢吃甜的食物，很喜欢吃甜食，所以 I'm expecting 可能蛋糕啊，还是什么糕点之类的，很甜的那些啊。你好。看来 Hello, morning. 那是我的蛋吗？好冇瞓啊？好瞓啊，但系迟瞓咗。哦，你唔瞓啊？咩人挑食？咩人？咩话？现在我就带大家看一看这里的店面吧。他们这里卖的东西其实都很实际，都是以柴米油盐酱醋茶为主。如果你是要看那些娱乐的东西的话，比如说 iPhone 啊什么，那些是不可能的啦，对啊。这一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出席我的堂哥的大寿宴会。今天现在就是这个隆重的仪式。现在就带大家上去看看那个场面吧。对啊，听说是蛮壮观的，我也好期待啊！好久没有出席大寿了。哇，天哪，好夸张，好夸张哦！好夸张。
yang nanti kita selanjutnya adalah acara untuk keluarga. 好隆重哦。来个365度吧，还是360，我也忘记了，好久没读书了。发售。空到你。空门关掉了。这不能摸头。来了，杨洋这样。Ayang. Nah, mie aku blender ya, benar ya. Mie aku blender, ayo. Okay, sudah lengkap semuanya. 10 orang. 2, 4, 6. Berarti emang kurang satu ibu. Kurang satu, ayo. Okay. 9 ya.今天是在印尼坦中迪囊的第三天。佢使唔使怼两支烟？怼响你个车尾。我们的烟瘾当然是来这里的 shopping center 看一看咯。听说这个 shopping center 是在印尼最有名的一间 shopping center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看到这种又有海又有太阳又有云朵又有船只的话，我是特别喜欢的。看完女装的就当然是看男装的啦，现在就上去。这件衣服好帅哦，天哪，看看多少，我选了两件，我觉得蛮不错的，有机会的时候再秀给大家看看吧。船票也买了，现在我们就要回新加坡。心情是还真的蛮复杂，但是无论是去到哪里，当然是家里最好啊，所以心里还是蛮 glad 的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stay tuned. 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stay tuned.